大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好饿了吧，给你们拿吃的来喽。哎呀，别咬我好不好，吃的在这里。青菜也给你们弄一些来喽。认真吃。咦，我之前给你们弄的墨鱼骨去哪里了？墨鱼骨嘞？好吧，之前给他们弄的这个墨鱼骨被他们把这个绳子给解开了，掉到这个底下了。啊，这个鹦鹉解绳子真的是太厉害了啊！每一次给他们弄的东西都要给我拆掉，不吃就不吃，拆我的绳子干什么？看样子这次我要打死结了，还要怎么把它拿出来？看样子他们还是更喜欢吃蔬菜哦。呀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别打架哈，认真吃。墨鱼骨也给你们再挂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就吃。看什么看？再给你们挂上来，不要再给我拆掉了啊。你不是挺爱吃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拆掉我的去？拆掉不就吃不到了吗？看你怎么拆，给你绑在这上面。果然之前是怕铃铛，他还是很喜欢吃这个墨鱼骨的，吃得好嗨。